今日是大休息日，和大家做10分钟静态伸展，放松肌肉，准备好没呢？Are you ready? 3, 2, 1, go! 翘埋双脚坐低，双手放在头后边，挺胸，上半身身体往后微倾，维持姿势。保持深呼吸，伸展胸肌和膊头的肌肉。将头轻力向下压，维持住这个姿势。这个动作可以伸展颈部的肌肉，舒缓上背肌肉胀痛的不适感。双手一字打开，将右手扣住左手手臂重叠。这个是上背的伸展，你会感觉到左边的上背有拉长的感觉。挺直背部，深呼吸，将身体放松。打开手，换另一只手再做。左手扣住右手手臂重叠，维持姿势。瞓在地下，伸直双脚，曲右脚拉贴到身体，双手抱住小腿，保持呼吸。依家慢慢将右脚伸直，感觉右脚后腿的伸展。如果拉扯的感觉太强的话，可以稍微调低角度。重点是右脚要保持伸直，感觉到后腿有伸展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屈曲右脚，用左手将右脚向右边扭转，膝头靠近地面，右手伸直放平在地面，头向右边转。合埋眼，深呼吸，放松。慢慢回到去瞓平的姿势，换另一边再做一次。曲左脚，将左脚拉近身体，环抱住小腿，保持呼吸，放松身体。慢慢将左脚伸直，伸展左脚后腿的肌肉。保持左脚伸直，深呼吸。
同样，如果拉扯感觉太强的话，可以稍微调低角度。屈曲左脚，用右手将左脚往右边扭转，膝头靠近地面，同时将右臂伸展出水平放在地面，头向右边转，身体放松，保持这个姿势。继续平瞓在地下，双脚屈曲，将右脚翘到左脚上边，双手抱住左脚大髀，将脚向住心口拉，维持姿势。这个动作，右半边的屁股肌肉就会充分伸展到。放低右脚，换左脚再做相同动作，将左脚翘到右脚上边，双手抱住右脚大髀，将脚向住心口拉，维持姿势。呼气，再尝试拉近心口多少少。依家转右，侧身瞓低，左脚向后屈曲，左手捉实左脚脚腕，将左膝尽量向后拉，维持动作。大家可以因应自己肌肉的柔软度调整角度，等大髀前侧有拉伸的感觉，但又不至于太难受。换到左边侧身瞓低，右脚向后屈曲，右手捉实右脚脚腕，将右膝尽量向后拉，维持动作。左手伸前，令身体保持稳定。过程中要稳定呼吸，唔好忍住到气啊！慢慢伸直脚，趴低，面向地下，双手在背后扣实。上半身和脚微微提起，维持这个姿势。放松双手，支撑身体，慢慢变回平瞓姿势。转到二头肌的伸展，曲膝，用脚掌支撑，双手放身后支撑，指尖向外，两手保持伸直，慢慢将屁股和手的距离拉远，
直至手臂有可承受的拉扯感觉为止。如果想再伸展多些，慢慢将屁股提升，直至上半身成水平，维持5至10秒。再慢慢沉低放松。慢慢变回平分姿势。双脚曲膝提起，双手抱住大髀，直至紧贴身体。头抬起，维持5至10秒。现在慢慢将头放低，手继续抱实大髀。合埋眼，深呼吸，维持姿势。慢慢将手脚平放，大休息。完成啦，多啲休息，俾身心放松，迅速恢复体力再战。拜拜。